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深圳的一个城中村。深圳很多这种城中村呐、一边是村民自己盖的这种七八层楼高的这种自建房，另一边呢就是这种现代化的高层住宅，和谐相处啊。这个是村民自己盖的，那边是高层电梯房，这里面人口密度很大的。这个城中村住了很多的人啊，很多来这儿打工的都住在里面。看他这个楼盖的特别的密，每个楼之间啊就这么点空隙。这边看得更清楚，看这两个楼之间就像一线天一样。这个在深圳也叫做握手楼，就是这两边的人各伸出一只手就可以握手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这一栋楼就是一个村民的，所以这边的人基本上一年都不用工作嘛，不用说一年了，一辈子都不用工作的，每个月收房租就可以了。每个月月底嘛，算算电费，算算水费，上门收租就 OK 了。走进去看看这里面，这里面确实很挤啊，这真的就是一线天。抬头看一下天，就是一条线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看每家的地基都是这样的，但是他们往上盖的时候就会盖出来这一块，就会比这个地基往外出来这么一块，每家都出来这么一块，这个就变成一线天了。看这个侧面，哇塞，侧面更夸张啊，密不透风。这都没有采光的，这边这种握手楼盖的这么密，根本就没有采光的嘛。除了最边上这几家有采光，这里面的这几家都没有采光呀，而且通风也不通畅。这里面住的都是打工来的人啊，看每一个都是这样的。